这个手柄确实可以。Tomorrow. 传说中牧羊村。哎，这地方出的人。这是啥？这是面条，炒锅饼。对，这就是面条呗。啊，嗯，它是先做成的整个。鱿鱼。番茄版鱿鱼。还有。不难的好吃，从衡水好歹也是个地级市，连个共享自行车都没有，跑人淄博来骑共享单车了，你这不有病吗？哦，他这把是这转那儿，对，他就那么一转，那么一轱辘，后边那么一轱辘。哎呦我，上来就两箱啊！这又，我做的。哎呦我，我做马扎都不行，哥硌得慌。点来，要今天尝尝淄博烧烤，尝尝味道，看看怎么样。你吃面条了吧？我不吃。就是买点，一会儿走的时候买点这种小饼。还有油啊！你别动，马上呢？怎么还冒热乎气儿呢？要啊！我不给喝，一桶就行。你也喝？啊？你喝吧。我不喝。你不喝？我啊，来一桶。一桶下了吗？一桶吗？下了吗？对呀，七点在这儿来的。看一下，你看一下。熟了。没事，坐。那饼呢？我尝了个羊肉串。还行，然后咱们就个饼尝一尝。这个，不是，收了。你吃饭？你不吃羊肉串？我们来走走啊！哎，吃完再吃，吃完再喝。拿大杯，三个大杯。这配着小饼确实可以。来吃。
谢谢。你喝吧，我给他。肥肠，肥肠二号蒜。来，很大吃啊。有你有料呢，这个味儿。三十块钱，确实贵。哎，这干了。我以为你不吃了，这个还不用加热了吧？我不吃热的，不是吃热吃的。爸爸，不用。最多等我熟。嗯，怎么样？整个都是熟。过来。来。没事，不能了。真脏。确实挺脏，真不能。还有个黄瓜，谢谢。它这个串儿贼香，不是吗？不是不是不是，嗯。这人吃的都没。尝尝担担面。麻酱味儿挺浓。哇。哎呀，味道确实可以啊，然后可以来，这会儿没有那么忙了，但是也很忙。我们溜了很多地儿，才找了这么多地方，味道可以。有时间可以来尝尝。今天视频到这结束，拜拜。